大家好，我小潘，今天有几位远方的粉丝朋友来小潘这里玩，然后现在去城里接他们，好激动呀，走。看小江第一次穿这个西装，看帅不帅。跑县城接一下他们，因为我们这里三个卡里面怕他们找不到路啊。他们已经到那个加油站了，然后现在过去接他们就回去了。看到了。这哪里？看到了。Hello， 终于见到你们了，上来了啊！你们好，你好，你们好。我的屁股都应该说是你等我们好久。不是，然后我到这里，我去逛了一下。好呀，终于到了，走回去。你饿不饿？先去吃点东西不？不饿，不饿，我要去你家吃糯米饭。吃糯米饭，我留着肚子呗。好的。你是陈总是吧？嗯，对。回去了。回家了，好山是不是啊？这个路特别陡的，不是一般的山哦，不是一般的陡哦，到上面就好了。路也忒小了，因为这个是就是开没有几年的，所以就比较窄。里面都还可以在那扩大的。去你家的话，只能走这一条路吗？没有，那边远。上去还要几分钟？5分钟。你就无了上去嘛。无了上去。等下到我那里看到，就是看到全部看到了，我那是最高的。看见整个村里的，知道吗？因为这里人家是养猪，然后呢就是，然后这个可能要加宽这样子。你不要说这次来，下次不要来了啊、哦！真的不敢来了，怕了。多了几次你就习惯了，就说哎呀很近。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到时候我去，等崽长大一点嘛，我就去嘛，是不是？没人带崽，有人带崽货，我几天就跟你们回去。有嘞，你看太慢了，开快的话很快的。这个东西看得到，我的天哪！那个看得到的，看到了房顶的那个。这哪里有房顶？没有房顶。他都不说，肯定是还没到啦。他都不说，那到了，这里，那看到没有？你们看到没有？这里。哎，你别挡着我的后视镜，大妹子。是梯田嘞。对，就是那个爷爷弄的田，他弄那个秧苗，想妈妈了。哦，就在那。对，那个车就停了。是不是？此情此景。我特别想我的妈妈。走嘞。停这里是吧？嗯。就停这。停里面的。好，到家喽。好了。终于到我家了啊、哦！开车了，已经到家喽。阿姨，三个，是。哇，你们这么多东西啊！啊，都是吃的，都是给我的。我们准备常住的嘛。有错？买什么？没买什么东西。好的东西。买了一点我们那边的特产。什么都买来。我希望你多带一点吃的给我吃。看，给我带来护肤品啊，谢谢啊！哇，我那边黑色的帽子，没有，好多东西。给尝一声，你就带上给我还。好多东西，拿得到吗？你们？可以，走，上前。终于到了，好久了哦。看。你不叫阿姨啊？啊？里面去。
那么大天津各种不知道的天津麻烦辣椒再放一次不用放油了吗先炒一下跟秋莲视频的时候说好放了好久啊！你妈妈家拿过来的吗？嗯，这只是，那只妹妹拿来杀吃了。今天晚上的菜啊，看，哎，你让我看看。想吃都来不了。我倒在这下面，好好喝一点。这个啊，这个大碗，大碗喝酒吗？对，大碗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你自己夹开始啊，来吧。这是我们这里有点烟叶的，不会没事，是吧？我们这边也是烧柴火的，都习惯了。懂啊，喝酒啊，就是你们看，小潘，我跟你讲，小潘，好像你松了，松了，谢谢。来了，我来了，我要这个。是的，都是荤菜，小潘他们太客气了。给你来那么一点，来，沾辣椒吃啊，这个。鸡肉沾辣椒吃，要给你吃。我这用酒，我也不酒。来，给我看，坐过来一点，阿姨给坐上来吧。我们放完了，好了，快要来。来，我就一个饮料哈，谢谢你们的款待啊，谢谢，来，谢谢大家辛苦啊，来的辛苦啊，日子越过越美满啊，对对，我们是夹菜子啊，夹菜，好，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好辣的，我要吃肥肉，中式饭一点，这是辣口，你这么小口。我生点吗？我生点吗？我够生了，够生了，我都喝了一大半了都，你都没买啊？夹菜子啊。